现在在吃鸡白汤汤沾面，然后还有两个步骤，这个是汤嘛，这是那个面条沾面，这是第一个，然后第二吃完之后还要再吃杂米。那我们现在先吃沾面，然后第一步呢，要把这个鲜鱼粉放到这个汤里面，搅拌。沾面台湾比较少，直接这样把面这样沾这个汤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我们等一下再来进行第二个步骤。